为了跟我学成一个机会的话，因为现在我已经接近60岁的人了，因为不想在这个洱海里面奔波，这个生活的话就比别人还要差很多。如果跑到外边去的话，就要比别人家呢，比那个渔民的话生活要好得多。我的日常生活的话，就是说，早上回来啊，早上我们去有些时候去捕捕鱼，但是这2年的话就没捕鱼了，所以说的话有一些出去玩啊，朋友啊，在一起玩一下啊，其他的话就是说，那个有工作啊，出去做一下啊，有事情啊，出去那个办理一下，处理一下。哎，日常的工作，这个就是这2年的话，就是政府颁发的那个文件要2年封湖，所以说洱海里面已经封湖封起掉，以后的话我们就没得工作了，啊，政府呢每一年给我们那个每个月200块钱的那个生活补助，啊，所以说的话就我们就有这那个。200块钱的生活，还有的话就是说，每年今年的话有40天的看海时间，所以说这40天的话，就我们就是把我们的1年的生活费要打够掉，啊，赚够掉，就是说，哎，如果没赚够的话，就其他部分考虑处理那个还要解决一下，啊，这2年的话就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有关系，水污染的话，就是说那个它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是属于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大理市的人口的话，叫做承载量就有问题，因为我们大理市的话，就是说它是属于是滇西北交通枢纽中心，所以上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它的人进来的多，哎，在里面游玩的人也多，所以上的话就是各方各面的污染啊，各方各面的。带进来那些东西也多。打鱼的话，它就是说是它还是一个乐趣嘛，还是一个乐趣。所以上来话就是说，现在虽然说是出海的时间少了啊，但是以前天天出去的话，还是属于是那个打鱼它有它里面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天天出去打到鱼的时候，还心情还比较好。以前在客车那块修，客车那车那边哦，那他是把他种属于的做生意这样什么啥，生意没办，客车讨生活，啊，和生活把你越来越恼火，讨一讨的是不少，有个多少年，以前还得70、80块、80块的讨到了，那他是30、40块钱有半毛不给拿，半毛不给我得讨得多。至少保护啊，还是安逸之事，但是在对俺生活的太要，要以前太多好有，以前保护啊还没自家子，但是都属于俺制造生意被那个自己把做出去，他是自己全部做出，为了保护啊还是跟俺好了，你这自己天天这那他是也挺好营业的哦。那为了保护啊，还是鱼营养全部体验啊，全部，鱼营养全部是弄好啊，要全部个，
根本不可能比别人还好。这个是因为那个就是啊，里面受到污染啊，所以说的话就，如果说你技术表演的话，就每一天有些时候几千个游客跑到海里面的话就啊，就受到污染，所以说呢，为了保护啊海的话，叫他们暂停，也不是取缔。这个的话就是说是要恢复啊海水质，如果叫啊海的话就是回到以前，那么一个两个人一年两年不行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啊，但是我相信以后肯定还是恢复以前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水质啊，因为那个水质的话是跟你要包括政府发放人违建不行，只能说是全民整个大理市人民或者进来的这些旅游的游客都要把海当成自己的眼睛来保护，那么他就保护得好了。Thank you.